本次安全平稳完成气顶升作业的是国内首台 27万方全笼式 LNG 储罐，也是目前国内建设速度最快、容积最大的 LNG 储罐，标志着外罐主体结构基本完成，即将开始内罐施工。 青岛 LNG 接收站是山东省目前唯一一座正在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，计划于2023年底建成投产。届时，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青岛 LNG 接收站年供气能力将达到165亿方，可为山东省环渤海乃至华北华东地区持续稳定供应清洁能源。